北京动物园。对，西直门三太子。还有没有劈叉？劈叉没有，昨天就在那吃东西，没有表演才艺。你上次排了吗？我上次没有。到北京是不是可以休息一段时间？对，应该有机会休息。更新吗？回去报它有变重吗？感觉重了，没有轻了。